非常欢迎周深哈，周深跟我们大家打个招呼。Hello， 大家好，我是歌手周深，非常开心能够参加丰收节晚会，也祝全国的农民朋友们节日快乐。刚刚我看到你从这个船上是踏歌而来，这个画面真的是太美好了。我觉得自己很幸福。就真的有一种让我们感受到在田埂上不仅有辛勤和汗水，还有浪漫和美好。对 对你自己感觉怎么样，身临其境？就感觉第一次就是沉浸式的小桥流水，在上面唱了一首歌，然后吹着很舒服的风，然后感觉就是那一股暖风可以把我慢慢的就是向更美好的希望去推进的感觉，所以觉得很漂亮。而且在这里不仅感受到了比我想象中还漂亮的乡野景色，而且看到了非常非常多很漂亮的新农居，就觉得非常非常的舒服。对，而且也要感谢我们每一位农民朋友，也是因为他们的努力和付出，才让我们也过上了丰收节。说得太好了，谢谢。生活有奔头，粮食安全是重头，做好三农工作，确保农业稳产增产，农民稳步增收，农村稳定安宁。今年的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是稳步提升，不仅是产量高质量好，而且市场行情也很好，哇，大大激发了农户的种粮积极性，也让我们广大的农民朋友感受到了丰产又丰收的喜悦。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邀请全国的农民朋友和我们一起为2022丰收点赞。